大家可以賺多啲錢，可以自己有啲咩心願都可以達成。我希望能夠係有一個咁嘅連鎖效應，大家係可以得到。鮮花掛紅，月意大吉大利，生意興隆，祝願福隆街區人旺財旺運氣旺。 兔年嗰度咧，係啲商鋪啦，各方面咧啲生意興隆嚇。喺兔年新嘅一年，開咗一個好頭啦。今年新年，由於政策開放啦，咁引入咗大量嘅旅客，甚至港客都係咧商鋪我哋豐隆新街商鋪嘅主要嘅客源嘅一部分，所以導致咧喺豐隆新街嗰方面咧個商鋪營商環境咧係非常之好嘅。期望咧第二期嘅任我行咧係14/15嗰度舉行，希望咧能夠咧我哋政府咧再加大宣傳，因為任我行咧係非常之成功嘅，帶動咧我哋周邊嘅商鋪咧都能夠咧大旺晒整區。咁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政府咧繼續去優化，亦都希望咧商户咧都希望佢持續去進行多項啊多元呢啲咁嘅活動，咁令到咧提升咧整體嘅經濟。